大家都在看你吃东西。啊！大家都在看你吃东西。还好。废话。你买了还是？不知道。这怎么调啦？不用啦，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你刚刚移到他了，过去。对对对对，这样。那个红茶呢？你把那位椅抬起走。平常睡。香。我昨天用来吃。早安。有人跟你说早安。没有没有没有。把它分享就上传。分享啊。再分享。没有外面不好看。
公。哎，你问他们这样看得到那块白板吗？白块。可以啊。可以啊。猫不拉架。早安啊，小姐。老板，肚子饿。大家早安，大家用叫。非常痛。今天有鲜鱼、白鲳、鲑鱼、墨鱼、黄鱼，还有那个宝石鲈，然后呢还有锦鲨，还有呢透抽，还有呢不告诉你来。好 ，OK。这是谁包面花的？哪一个？不用啊。小姐，你要找小姐吗？是靠。什么东西不明显？白板不明显。雪姨没有。每次开音，每次声音太小声，真的很大声啊！要用这个讲话的啊？干嘛？用麦克风讲好像比较好，对不对？用麦克风讲比较好，这个音质比较不好，是不是有差，对不对？微微，这个声音比较厚实啊。喂，你好。这样比较厚实啊。啊，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们。哎，阿郎，我是学生。忘记了。你要组建的对不对？虾仁运费怎么算？虾仁一包一千，哦，五斤，哦。五斤重，谢谢。小蜜蜂有回音，用这个有回音吗？我这边听还好。大家早安，章鱼脚没有。哦，拜托你明天是啊，不要再检举啊，那个是要减低规格，再检举市场就不能做了哦。疫情结束就正式市场也不能做啦，不要再检举了，不要再检举了，到底要检举几次？检举一次不腻，检举五次我腻了，好不好？整天都在接卫生局的电话，啊就没有在做了，是一直在检举个屁，看都看不出来。鲑鱼片没有，就要整只的鲑鱼，超级大只。北部有送很久了。好，来，今天人数好像比较多哦。来，给他开始吧。检举啊，群聚啊，没有戴口罩啊，哎，那么几百年前的影片呢，还在检举，那卫生局没有头脑，那一看就知道了。今天和明天可以并单吗？不可以，哦，因为小帮手忙不过来，人手不足，哦，所以尽量一次买够，哦，啊，没有买到的下次再买，下次再买，哦，来，大家早安哈，哦，今天第一标想要卖什么？来，卖牛，来，先。介绍一个大家比较认识的，好不好？来，鱼给他上来好了。要吃鱼，想吃鱼啊？几只哦？这个只有两箱而已。明天。晚上统计完，然后我明天再买。可是我说你一份要卖几斤？我不知道，我还没看到啊。好了吗？
怎么了？旧影片他们看不懂，订的货刚收到了，谢谢，感谢你啊。什么东西？啊？对啊。那么大只呢？你拿来我自己用来的。快点，大家要等你。来，我阿姨啊，大只的、哦，哼，这么大只的，我买不睡不睡的，我阿姨啊，来，来来来，这样好了啦，这样啊，想吃我阿姨的啊，不开玩笑哦。大只的哦，这两只，哦，好了，端走端走了，被你搞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卖比较好了，端走。哎，鳄鱼啊，快点啊，想吃鳄鱼的要贵啊，你都还没收到，可惜花你个用定的啊。来，鳄鱼啊，什么？份数哦，就26份啊，哦。26颗就好了啦啊、哦！来，要鲑鱼，等一下啊！这两只我大只哦，你要看蛮只大只，鱼啊有青无青，你家看着啊，水饱饱。一尾有法咧抬偌济，一尾有法咧抬上，该要开100倍、200块。这两只，哦，两只开偌济？两只卖用开偌济？开400，300块、300块了，咩啦？想要的26个哦，26个哦。不要超过啊！福利标第一标呀、啊，大只，我们小只啊，这两只，来啦，嘛免200啦，想要吃150了，100了啦，100块啦，100块，哦，两只给他100块啦，26个，不要太多啊，第一标、福利标这些要紧一杯哈，几百块，100啦，100也上去了啊。百六了，100块了。要打100+1哦。要打100+1，徐家龙打五万加一是加不到的哦。打100+1啊，大只啊，唔细只啊。100给他加下去，100+1啊。拿个计算机给我。来，我的东西的呀，加完了没？没了。没了哟，好了，没了没了，就给它收掉了啊，没了就给它收掉了啊。来，来，来啊。来，下一样还26个没有了。嗯。啊，你解标线有没有打？出来了。那、啊、怎么还那么多人在家？他们延网络延迟。没有啊，这边没看到解标线啊。有啦，我这边出来了。我这边都没有啊。我这里出来了，不准行。来，我这边大家在家。啊，来，好了。是不是没有？没有截标线呢？有，看我这边有什么？这不是几你大头？啊，怎么没有看到他那个在哪里？在哪里？没有啊，从这里开始，那、啊、到这里还在加，还在加。那是延迟啊。延迟太久了吧？定权都出来了，然后那个留言还没出来啊！来，来来来，下一样来，下一样啊！要吃什么？跟你怎么说？啊、哦，介绍新东西啊！这种鱼啊，你一百年看无一届啊，一百年看无一届啊！这种物件啊，把它赞一下啊！来，宝石炉给它上来啊，宝石炉给它啊！宝石炉给他上来啊！来，
谁把他反超拿走？哎，想吃饱十五的，啊、哦，想吃饱十五的、啊。来，要修，客人看没？哦，楠姐他们看一下，什么叫做饱食乳？哦，这个很好吃。你今天在这里买鱼哦，都会帮你杀好，真空包装啊，不用回去担心要杀的问题。拿纸的，你拿这样，你要给谁看？哎，拿纸的给他们看一下啊。边吃有一块没啊？这叫饱食乳，哦，肉质超级细嫩，没有骗你啊。这个肉质呢，可以说是比鹅啊，跟鹅啊可以旗鼓相当的啊、哦。来，这真正你菜市啊，你四十担哦，一担你卖好算你做老娘的，最厉害啊哈！一只啊，外口一只你抬啊，这一斤啊，一斤你称啊，这一斤你称称到二百五千块啊。来，一斤多少？一斤250啊。这两只你开400。哦，这两只我可要抬个抬400。今日你买好，你买买鱼啊、哦，今天买鱼啊、哦，我都会帮你杀好，真空包装啊。这个鱼超级新鲜，我跟你说回去怎么煮，清蒸煮汤啊、哦，清蒸煮汤，你汤煮起来，你卖个淋米粉，卖个淋米粉啊，要淋一个咸好啊，淋一个咸，汤自然的鲜甜啊。汤自然的鲜甜，我靠，一斤二五，这是两只抬起来要400，那我给你招400，35，有想要吃？你们这样就搞得我好紧张，可以等我讲啊，你就直接打上去就好了，好不好？有点紧张哈，不要这样一直问我，一直问我，都还在想，就在问，来，两只人。这两只啊，我去开偌济？嗯，才水着。用这两只，我去开400，就你买35，哦，300，来，饱食乳哦，真正足好食的啊。这两只你开偌济？200块了啊，200块，哦，200块就好了，两只200块啊。紧来啊，今日赶时间啊，赶时间啊。几份了啦？几份啊？几份给算一下，来我算来，几份来？24啊，24个而已啊，24个客人啊，没有啦，饱食乳，哦，这个波酒楼，哦，饱食乳，真的很好吃，回去给我清蒸煮汤，哦，干煎比较浪费这种鱼啊，干煎较好些啊，你要打煎较好些，这种鱼啊，这水流你来看麦，哦，规个看你偏无幼齿哦，干一斤重，一只骨头而已啊。两只200块啊！甲你讲，我一斤二啊，我这两只要开偌济？我咧开400，你无得抬啊！这两只要开200，你要200块啊！200块，来，两只给你200块啊！哎呀，24个客人而已，没有了啊！没有了哟，真的没有了吗？对，真的，对，没有开玩笑。对，段总，谢谢，感谢你们啊，感谢你啊！对啊，我咧看我来讲指标性，就走一顿。来，来啊，快进来啊！是海鱼吗？不是，可是这个是养殖的，哦，真的很老实跟你说，这个是养殖的哈，这个是养殖的。可是这种鱼哈、哦，这种鱼真的很好吃，非常的好吃，堪称。堪比鹅跟鹅的肉质是旗鼓相当了、啊、哈、哦，来，哎、欸，我的标书在哪里？来，现在第一标哈、哦，第二标，啊，第二标，啊，第三标，来，第三标，哦，来啦，啊、哦。这个是没有办法补哦，这个没有办法补的哦。加到哪里要跟人家说一下。从那边看。所以是有还是没有？来，我带你们啊。来。等一下哈、啊，等一下小方床啊，因为我们只有24份啊，由最先的啊，从最上面算。
数下来24个客人，哦，24个客人而已啊，到什么？到什么东西？到杨秀琴。到杨秀琴，而且关键字要对才有。到杨秀琴哦。锦。哦，杨秀锦哦，哦，杨秀锦哦，哈、哦，啊，你关键字有打对的才有啊，关键字有打对的才有。来，怎么看有没买到？来，自底一下。好、哦，置顶一下哈，来，来，你有买到的哈、哦，请看置顶这里哈、哦，有你的名字就是有买到啊，有你的名字就是有买到啊，有你的名字就是有买到哈、哦，来，不要再加了，不要再加了，不要再加了，好，没有了，来，好来 ，OK， 来第三标虾卷，脆皮虾仁卷啊，这一包哈、哦，一包。25条上下啊，25条上下哈、啊。这个回去怎么煮？气炸锅，气炸锅。第二啊，炒菜，炒菜、炒韭菜回来都没塞。第三煮火锅，第三煮火锅啊，煮火锅，哎，气炸锅。第四用油稍微炸一炸，煎一煎。这种物件你也感觉，十个囡仔十个爱吃。这种物件若歹吃，肯定嫌我，好，肯定嫌我啊。没有买到那么多，也要简单嘛，要哦，要哈、哦，来，这两包啊，25条，我剩下一条啊，这一条来10块，哦，我再加一条，剩下10块啦。25条你开250，这两包你开偌济？两包啊，250啊，一包250，两包你开500，就400。那个脆皮虾仁卷哦，啊、哦，两包你开300，唔免来250，两包哦，不是一包哦。200块，你要赶快200块啦，今日好200组合啦，200就好啦，200块就好啦，全部拢买200块就好啦，哎呀，卖袂伤贵哈，赶紧啊，趁即摆今日人侪侪啊，民主关系啊，民主关系啊，人侪侪啊，置顶的去洗碗看，你要点下去哦，它还会再放大，哦，要点下去还会再放大啊，来，快点脆皮虾仁卷啊，脆皮虾仁来，这个给他们限时间啊。给他们限3分钟的时间呢、啊，来，3分钟的时间，快点啊！3分钟时间结束就要收下来了啊！来，快点啊！有要吃脆皮虾仁卷的，快点啊！脆皮虾仁卷啊，非常好吃，非常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非常的好吃哈、啊！不要玩了，等下退兵，你不要玩。来，你要快点啦、啊！脆皮虾仁真的很好吃啊，回去用煎的，用炸的，哦，用煎用炸的啊，真的非常好吃哦，真的非常的好吃哦、啊，炒菜也可以，干什么都可以哦，不要拿来丢掉就好了啊，鳕鱼跟牛肉没有，啊、哦，鳕鱼跟牛肉没有啊，来。快点哦，3分钟时间啊，怎么那么久了？神经病啊，也在过啊，还过两分钟啊。明天可以自取吗？可以哦，明天再自取啊，可以。No problem，绝对没有问题啊。来，来啊，我跟你说啊，等一下换虾饼好了。哦，很多人思思念念的虾饼啊，等下虾饼等下上来啊，来。来啊，快点啊！来，允许没有，今天没有哈、哦。来，快点啊！我喜欢吃这个脆皮虾，鲍鱼、月亮虾米、鲨鱼有吗？哎呀，来，鲨鱼没有啊，鲨鱼等明天啊。来，快点啊！不有人来不？时间还未到，那时间还久安尼。看别人时间过真久，看别人时间过真慢，哦。来，搁剩59秒，来搁剩10秒，哎。来啊，快点啊！什么？什么弯钩？你搞问我，我怎么给你回答去啦？我给你回答，伊拢有看的。我若给你回答，伊拢有看的。哦。啊，
我就不是 A 九号毕业的，你安尼用 B 我嘛看无啊，我好丑 ，A 九我也当丑，哼，哎，阿健啊，白痴了没有？没有，没有，来，今天我你刚才卖过了、啊，玛莎章啊、哦，你是开玛莎拉蒂，哦，你是开玛莎拉蒂。有虾吗？今天没有虾，哎，我知道我很虾。好嘞 ，OK， 来哈、哦，时间到了，给他截标哈、哦，来，来来来，捧照捧照啊，阿健啊，时间真宝贵哦啊，时间非常的宝贵，来虾米，来，五十份而已啊，五十分哦，来，月亮虾饼啊。四包哦，一包几片？两片，一包里面有两片，一包里面两片，还有酱料，里面有泰式酸辣酱，回去用气炸锅干煎炸一炸就好。它是包润饼皮，哦，它是用润饼皮下去包的哦，用润饼皮下去包，包里面什么虾仁浆哦，虾仁浆，然后还有一些马铃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哦回去炸一炸，沾一点那个泰式柠檬酱，非常的好吃哦。气炸锅你用气炸锅就非常的方便啊。一包你我菜车要买一包嘞，一包卖八十，一包卖八十啊，八四三十二啊，这四包卖开开三百，二啊五同款有想要吃的吼，酒店北方拢卖个改啊，两百五了同款哦，第几标？第四。第四标啊，没有得标名单就是没有得标啊，来，他今年啊，我是没有了，来，他今年啊，月亮虾饼啊，他今年啊。几？我刚才说几个？五十。五十个啊，五十个客人那没有啦。五十个客人啊，较紧的啊，月亮虾饼有想要吃较紧的，做一盖就去啊。昨天才到货啊，今天把它卖一卖，明天再叫一次货来。哎，较紧的啊。两分钟的时间就好了，来，两分钟时间给你们加啊。虾饼啊，这个里面哦有两片哦，四包多，四包的八条，八片哦，一四包的八条啊，赶紧啊，等你来一个人换什么鱼啊？哎，等你好来，金毛螺来，金毛螺好来啦，什么叫金毛螺？等你好来啦，金木鲁啦，来。金木鲁来，带金毛螺来啊！来，阿健鸟，一张虾饼，阿健鸟目前几分啊？几分啊？剩十七。剩十七的人给剩十七份而已哦，剩十七份而已哦，十七份而已啊！阿健鸟有啥物食一张虾饼呢？大家数数念念嘛，但这久啊，没有看到第二标的得标名单。没有，你如果有得标哈，小帮手自然就会私讯你了，粉丝团自然就会私讯你了。没有私讯你就是没有哈。来，看今年啊，春波贵啊，只有师母没有师母一碗啊，看今年有想要吃虾饼的哦，看今年来蔡义忠啊，蔡义忠啊，够几分啊？目前够几分？够剩几分？十五。剩十五个人客，有无？有啊，无要收啊。时间要到啊，时间不到啊，时间真宝贵啊！等下阮爸母去带细伊啊，赶紧啊！来，有花枝花枝碗，明天好不好？花枝碗明天啊！来，有想要吃的，赶紧啊！虾饼啊，赶紧啊！加落去，加落去，加下去。来，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来，好来收掉啊！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嘞！金木梨呀、啊，金木梨给他上来啊！谁把他敲平的？来，金木梨，哎，那金毛螺大只哦，超级大只的啊！
这一尾有一斤重哦，一只有一斤重啊，一尾一斤的哦啊，运费290对啊，这金毛螺一尾一斤重，一尾一斤重，就给我发100啊，这两只开300，哦，开300啊，你看有无啊？这两只要你开300，两只要给你开花300啊，来。等你，你若收到鱼啊，会甲你抬较好啊！你即马标到鱼啊，标到鱼了啊，我帮你杀好真空包装啊，真空包装啊，外口菜先是甲抬抬啊，无甲你真空包装啊，挂真空包装甲你冰的哦，要食时阵退冰就好啊。来，有想要吃的快点啊！有想要吃金毛螺的，啊，你讲我今日这块白方，我看会使冻偌久，拢莫改啦。这两只同款啊，欸，这上青的哦。超级新鲜的啊，超级新鲜的，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板差这么大哦。来，两只要开偌济？赶快改讲，这块白板我看在动偌久，卖改啊。两只赶快呐，我看你买想要开300，你也过唔免哦。200赶快，200对吧？有啥物食金毛螺的？哦，这个外面泰式料理店大家要做什么？做酸辣鱼啊。大家就是泰式料理店的酸辣鱼都是这种鱼啊，都是金目鲈。都是金目鲈鱼哦，啊，金目鲈啊，这个回去干煎、糖醋、红烧、清蒸、煮汤都可以，啊，糖醋、红烧、清蒸、煮汤都可以啊。可以买整箱的吗？不用杀，哦，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来，快进来哦，有什么想鲈鱼？你开了吗？有吗？有没定选？这边又看不到，等我看。来，快进来啊！按系统那边没得跑，有系统有跑。好嘞，200块哦，还给200啊！这金目鲈真的超级大只的，新鲜的。你看这个是白板比啊，看渺小的白板比哦，超级渺小的啊！哎，超级渺小的哦，来200块哦，给你200，200块钱，来200块哦。来，给他们2分钟时间，给他加一下啊。能文件时间哪个给你啊？今天订单下午自取没有？要隔天才能自取啊？要隔天才能自取哦哈。我们现在鱼卖一卖哦，回去就马上卖鲨鱼了哦，都加班帮你鲨鱼啊。金毛螺，来，我给你啊，金毛螺来。有吗？今天订单是要自取，明天才有自取，明天才有自取啊！明天才有自取哦，明天才可以自取啊！200啊，大人换蛋，你们往下啊！等一下换什么？来，想要吃好一点的吗？等一下来，等一下给他吃好一点啊！这第几标？好，这是第几标？第5标啊！啊，有改啊，有改就好了。来，时间快到了啊、哦！金目鲈200块，200块啊、哦！这两只开了这，哇，200块，啊，给你啊，2只200块。200块啊，北带鱼啊，今天有整只鲑鱼，有鲑鱼，有白带鱼哈、哦。来，快进来啊，200块，哎，白带鱼没有，没有白带鱼，白带鱼明天哦，明天才有。200块，快进来啊，够有人买无？目前几分啊？200块啊？45分。45分啊，没有虾仁啊，没有虾仁，今天没有虾仁。快进来。冲破50分啊，50分了啊！来，时间到啊，时间到了啊！鱼肚虾子没有啊？来，来啊！端走哈、啊，捧走哈、啊，来感谢你哈、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感谢你来。来，没有虾仁哦，失忆症哦，不要刷板哦，不要刷板面哈、哦。来，好、啊、来，给它放上来，来，我给它放起来啊。来，可以了吗？下一标了哦。会不会太快？来，速度会不会太快啊？太快要讲啊！
来 ，OK 了，现在第六标哈，四十份而已哦 ，OK 的吗？好来，包夜，当去订家订嘛，订婚照订房价哈，当去订家订嘛，订婚照订房价，甲订啊，订三条到四趟啊，一条乌一只鸡啊，一只乌骨鸡啊，订出一只房价，哦，迄个汤头啦，是赞的哈，无以上的赞啊，当去包伊切啊，切好啊，切好了。切好了回去直接蘸面来吃就可以吃，汤不要倒掉，可以煮粥，也是煮糜啊，汤也是煮糜。来，一粒卖偌济？一粒可能卖八十，同款即个白包莫甲改。一两三四只五粒，互你开偌济？莫讲我一粒卖八十啊，五粒总去。一句话了啊，同款白包莫改，200块，哎，有啥物食鲍鱼的来，同款200块啊，鲍鱼200块，有想要吃鲍鱼的，同款200块，200块钱啊。200块哈，有什么吃啊？来，来，刚才哦，来有在儿子跑了哈，四十份而已。今年啊，鲍鱼啊，登去订家订嘛，订婚照订房价，这鲍鱼这大粒啊，超级大颗的哈。对啊，一只乌骨鸡啊，炖做一只房价哦，啊，啉迄汤，鸡啊莫食，啉汤料啊，迄汤上营养、上健康啊、上补身体。来，互你变做一尾活龙，就是靠这只鲍鱼啊。这只鲍鱼干得非常的赞啊！你看啊，铁牛、黄鳝那啊，就是食阮家的鲍鱼哦，赶紧来啊！你看你哪里卖药啊你啊？来。星期四不是说六日可以合并吗？哪有？我没有说哦，我是说礼拜三跟礼拜四两天才可以。那两天哦，那两天海龙王说可以。好、哦、啊，因为经过上次的教训哦，真的太多的事情，太多错误了，所以哦，现在不接受订单啊，不接受订单啊，你就看今天喜欢的买，你买多少都出去没关系，都可以帮你记啊。来，较紧诶啊，剩下六份哦，时间较紧诶，剩五分，搁啊加落去，要无啊哈，搁啊加落去啊。嗯，昨天自取的货没有白带鱼，没关系，来私讯小帮手会帮你处理哦哈。来，好了吗？来来来，较紧诶啊，最后三分啊。等于订家订嘛，订婚照订嘛，甲汤房倒掉嘛，你若甲你汤倒掉，你规气莫买鲍鱼啊！来，好了吗？剩下三份，最后三个客人有没有人要？没有人要收了啊！我跟你啊，剩下最后两个客人哦，最后两个人可以给你加入去啊！这鲍鱼才水滴啊，看卖，人个铁牛文公山，你个少年就是食阮家的鲍鱼，才样子，才会用啊！我跟你啊。迄鲍鱼真水个啊！因阿嬷吼，迄铁牛，我知迄因阿嬷吼，喏嘛，特别阮带鲍鱼，一只鸡用五粒鲍鱼，一只鸡甲炖做变房角，一粒鲍鱼甲炖做变石头，来，赶紧个啊！啊，啉个汤了啊！我甲你讲啊，赶紧个汤就过来啦。最后一个，赶紧个，来，收！感谢您，非常的感谢，谢谢你们。可以先预告明天的商品吗？明天应该会有白带鱼，应该会有鲜鱼，应该会有其他的冷冻食品。我们东西都是当天现购的啦，当天现马上去购买的哈、哦，当天马上去购买的，来，所以没办法说买，跟你预告说明天有什么，来，下一样来要什么，来，跟你说哈，那白仓先来。目前561个人啊，快点啊！想吃白仓的哦，我跟你说啊，18个客人，没有太多啊。我今天专程找比上次还要大只的白仓啊、哦。这白仓啊，这大只的，这一斤我好人称啊死啊，我一斤称到450，啊，一斤称到450啊，超级大只的哈、哦。来，你看这个宝丽龙都放不下去了啊、哦。来，我跟你说啊。白仓最新鲜就是它的鱼鳞，
这个鱼鳞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哦，来，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鱼鳞啊，有水无？有金无？你来看麦，超级漂亮，超级新鲜呐、啊！我们家白鲳就是漂亮，就是新鲜呐、啊。你来看麦，这血水啊，血水啊，血水安尼苦啦，你看这白鲳有水无？超级漂亮啊！来。我这种大个白鲳超级漂亮啊！这一斤外国人称到四啊五啊，干那这台啊，这台要去开偌济？这台外国人你爱想要开1740几块，哦、嗯，1400多块来，我印到表面再看看。来，这里外面再买要1400多块啊，1700多块啊，我跟你啊，这里整整有3斤多重啊，3斤外重啊，有想要食白鲳的啊？吃麦讲，给你开1700，给你开1500啊！啊，十八，哎，十八尔哈。来，有想要食白鲳的，赶紧来啊！一句话就好了，想要吃的，来来，我算一下。嗯、来，较紧尔，迄种玻璃刀啥子哦，阮这现在白鲳哦，拢无啥甲伊趁钱啊。卖讲开销，你开1700、1600、1500拢免啊，1400都不用啊。想吃白鲳的6只哦，3斤多重的白鲳啊，1000块要来，1000块啦。想要食白鲳，18个客人，18个客人啊，18啊。不给你啊！抗议啊！麦克风在抗议了，麦克风在抗议了呀！你来看麦，这个白鲳，这个白鲳不会吃我骨头啊！来，想吃白鲳的快点啊！这几只是比那个比一刚刚大只，要求比礼拜四的还要大只，真的哦，真的比礼拜四的还要大只哦啊！1000块钱啊，几千块啊，剩3份啊、哦，真的假的？剩2份啊，阿、哦、杰没有的，打了 ，OK，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感谢各位，够吗？哇，好感谢，来，阿妹。哦，地发标了啊，地发标了啊，来，好，等一下来，邓姐啊，来，我跟你讲啊，既然啊，既然这样啊，来，没办法一半的话，607个客人来，我跟你讲，今日我提出我今日要做啦，这种物件我跟你讲，我菜市啊都唔捌卖啊，菜市场也没有卖过啊，我菜市啊我唔捌卖过这啊。来，套丢我起来，活动啊，单动的套丢啊，单动的套丢啊，来，好起来。你是，咱是中乐透的吧？你套丢是只水着，来，来讲啊，这一斤套丢我无好笑，这一斤我好饲狗无啊。一斤套餐在单栋的，单栋的哦。菜市啊，我讲啊，菜市啊，你有法去买，这开偌济？单栋的一斤哦，你开6个啊，1斤650啊，1公斤最少要450起了，1公斤450块起了啊，单栋的。来，有想要食套餐的啊？家己讲，这你啊一斤6个啊，这是要买开2247块，哦，给你了。去掉尾数2000块，再卖你2000，咱还阁无够收的啦。比菜市啊，咱还阁无够收的。卖讲开2000，1500收人偌济？收人一，收人啊，算了，卖什么？数学卖啊。来啦，赶紧的，一句话了啊，这拢去哦，卖1500，1200块一个人个。来啦，有想要食套餐的哦？我看卖有人想要食无？镜头看不到标号了，拍谁？有想吃套餐的，
有想要吃透烧的啊，一句话就好，一句话哦，你有不来就骗你啊，两啊，啊，不用现成的弄啊，我给你两分叫你高，一千块要一千块啊，三斤多块四斤重的透烧啊，单重的透烧啊，一千块就好，想吃透烧的啊，一千块就好。我给你啊，哎，外面市价啊，环矿哎，市价最少两千多块啊，市价最少两千多块，妥妥啊，我给你啊，我菜市场卖四只，菜市场卖四只五百啊，都没有这么大只。透透卖四度，这个是那个冷冻的哦，活冻的、哦，它活活的冷冻，把它包进袋子里面，光这工钱就不够了。冷冻起来啊，哎呀，把它冷冻起来，我讲嘛，这样、哦，这锅你等起来，搁浸咸水啊，搁拉一下，搁去大只，真诶无好笑啊。一千块才足足三斤，三点八台斤。我跟你啊，来，几个啊？目前几个？四十二个，二十四个啊。来，搁三十秒时间啊，紧嘞！来啊，快点啊，破破啊！一千块而已啊。刘耀仁，你不用加那个破。加那个透还有加到吗？刘耀仁，有哈、哦、有就好了。来林家军快点啊，给他加下去啊，624个，目前624个啊，626个人啊，快点啊，人数持续上升啊，快点啊，我一挂好料拢把它揢出来啊，一挂好料拢把它揢出来啊，来，来讲啊，趁即马遮侪人啊。等你金线搞起出来啊！甲你讲，今日金线加大只个哦。来，我人走了了，是要走去倒？哎，要赶倒去出道了啊！人走啊！赶紧啊！后壁搁一堆好鱼个啊！来，怎么煮？透抽就很简单啊，穿汤就好了。哦，你直接把它穿汤就好了。哦，不用开玩笑啊！来，把两只拿上来，只有两只，那两只把它都拿上来了。冰箱冰不下，冰箱冰不下，你买收到货就直接先把吃一半掉啊。哦，来拿两只起来就好。那你几只？七只吗？七只吗？对，七只。哎，哎，时间很久没到。还有人要加吗？快点啊！透抽哦，没有了，没有了，要收了啊！几个？有没有超过三十个？没时间早就到了，有没有哔哔哔？来，到了吗？几个？37个，好来，结标，来结标，把它收掉啊！今天明天没办法合并啊，因为人手不够，忙不过来啊。来，先让镜头看一下，我们家的金线长怎样？先目睭发目来，我也冇看过这大只金线。全鱼市场只有七只，规只干七只呢。再用钓的哦，把那个钓鱼线给客人看一下啊，那金线这是粗线哦。金线是粗线，这个用钓的啊，用钓的哦。你来看，买这金线好水无啦？非常的水啊！你看，唔免啦，免啦，来，这金线真正有够水的，海鱼啊，正海的啦，来，哎呀，咱看这几只老东了啦，这几只老东，我这摸袂着，摸看咧。1.46啊，1.46，一点四六，
对我来讲啊，这你的时间要过一间开车里啊，赛车要来讲赛车分较俗一间烤烤饭。哦，一间来烤饭，这只台只凊彩拢超过一千块啊，金爪啊，来，总共七只是不是？来，全部给他抓上来了。总共只有七只而已啊，看这个金线多漂亮，金线，金细细金线，是煮汤煮汤啊，煮汤啊，清蒸啊，猪汤清蒸的最好吃，这叫金线，水母啊金线啊，听讲那个鱼啊，水母水你该看咧，哎，总共全部七只呀，哎呀，七个客人而已哦，大家这么大只的看看，每只都这么大只，肥肥啊！来，干那这七只好不买，上届不要破几千啊！来，来讲啊，今日若卖你一尾，你金线一尾若卖你一千块啊，你外行我无得买啊！啊，一尾你一千，你外行我无得买啊！那我一尾开一千啊，一尾我招九百。就八百了，有人来无？有人要食金沙无？来，我进来啦。七个客人了以后，无物件啊，无物件是正闲闹啊。闲讲啊，爽爽啊，恁买啊。我讲这拢无闲趁钱啊，趁着钱哦，趁着钱腹肚疼，落屎落三工啊。七只尔无？七个客人啊，有啥物在咧金沙哦？一只一千，你就无得买啊。七个客人哦。500块啊，一只500块嘛，七个人卖你嘛，七个客人啊。阿健啊，你我无你买我无钱啊，你要金线，金线啊，七个而已哦。阿健啊，希望我变数转来伊就，来遐坐，你来遐坐，希望我变数转来伊就，你先加了啊。
一二三，10个人加了，我招10个了啊！我招10个人加了啊！这一斤我好，你开偌济？伊讲啊，即卖一斤啊，我好一斤偌济？一斤我好，你开300，只要上届我开887块，哦，咱算900了啊！伊四只算900，现在讲招900招700，同款啊！我甲伊介绍啊，介绍较实个啦，时间较紧个了啊！前两三四只拢去啊！10个人加哦，卖伤济啦，伤济我无效啊，你抬价要加死啊！来，四只拢去哦，2斤外哦，2斤多重哦，四只哦，同款10块就无啊，500了，500块啊，500块，10个人加了啊，黄金仓啊，黄金仓啊，黄金仓个几年啊，来。哎呀，快点聊！500块啊，这里我不对位啊。哎呀，快点聊啊！500块，10个人给你。无啊哈，哎，要收啊要记着。来，杭州来，快点聊。大家，我跟你讲啊，明仔载你要什么鱼啊？我明仔载买较多啊。明天买多一点啊，明天买多一点给你们吃啦，好不好？我明仔载买较多。今天东西有限啊，物件有限啊。来，鱿鱼圈先我来。鱿鱼圈啊，你讲3杯冬卷鱿鱼圈，啊、哦，3杯冬卷鱿鱼圈啊。回去我跟你说，你用3杯的酱料，哦，3杯的酱料很简单，3杯的酱料调一调，啊、哦，这个退冰啊，先冲水。有回音呢。来，安尼啦，再见你啊。来来来，2包，喂，那边帮我调一下，上面那一颗转大声一点点，喂，有吗？来，再大声一点，好，太大声，小声一点，喂，大声一点点，麦克气很好 ，OK， 就这样，现在后面这3杯中酒睡我了，超级漂亮的啊，1包1公斤哦，1包1公斤。来，2包3斤多哦，3斤多重啊！有想吃鱿鱼圈的，快点啊、哦！外面1包团购价1包多少？最少要180。生意好一点的卖到多少？1包卖200啊！一斤一包，我好人卖到200块哦，一包哦，一公斤我好人卖到200块。今天等于酒料啊，酱油、酱料用就可以了。它这个已经有帮你穿烫过了啊，有帮你穿烫过了。炸鱼明天啊，这有帮你穿烫过了，所以回去你冲水，酱料调好之后，快收干了，这个再下去，9层塔下去拌一拌就可以了啊，拌一拌就可以了啊、哦。来，2包，外面1包就200了，2包花多少？来。一样啊，想要吃的200块，调小声一点啊，太大声了啊！有没有看到我们阿松的身影在吃东西哦啊？喂，好，就这样吧，再小声一点点。好，就这样好 ，OK， 好。许愿明天有鲨鱼烟啊，鲨鱼烟有，明天会有啊，快点啊，3杯中酒给我先，来。来，快点哦！有想要吃的，来40个就好，不要太多啊，40个就好啊。等下东西不够又要补东西，哦，等下客人又不开心啊。我们卖少一点没关系啊，来。40个客人啊 ！A 口的重。喂，你还是不要拿太近，拿远一点好了。有想要吃的？
哎，你困啊？有几箱啊？你按贴标了吗？好吧，还是贴标吧。哎，可是还有很多人在家里。等一下，好好。好，那时候今天没有买到的，明天买。可是有些人就是今天想要买啊。哎呀，眉毛在家了吗？找你哦。哎，好了，我跟你说嘛，你今天有想要买鱿鱼圈的嘛？可是你刚才没有加到的。啊，只有鱿鱼圈哦。想要的啊，等一下请私信小帮手哦，私信那个粉丝团啊，来。来，我看一下，下一样要什么？鲑鱼哦，来，鲑鱼卖了没？来，鲑鱼，等一下，鸡翅先来，鸡翅先给我。哎，这是什么东西？有一圈。好，来，鸡翅先给我啊，快点啦！鸡翅先来，鸡翅先来。啊，等一下啊，鸡翅卖完卖黄鱼好不好？来。鸡翅快点来，这个先收去。来，鸡翅哦，这个鸡翅真的很好吃啊！昨天我才吃而已，它这个煮得够软，煮得够软，它不算烂哦，它是这个是已经算你有没有吃过那种肉已经煮到入口即化的那一种啊，这个真的很好吃啊。来，好了好了，来四包就好了啊、哦。那么那个是卖三包200块的人，来四包四包了四包了，赶快的，这个真的很好吃啊。来，这个真的很好吃哦，二节翅哦，二节翅哦，真的很好吃啊、哦，真的很好吃，非常的好吃哦。回去我跟你说，微波就可以了。哦，微波就可以了哦，微波就可以了啊、哦。不然呢，你退冰啊、哦，退冰泡水，退冰之后呢，下锅炒一下，下锅炒一下啊，有电差解流啊，下锅炒一下啊。这外面呢、啊，我在市场卖多少？市场正常来说都是三包200块的。今天有想要吃鸡翅的啊、哦，来，跟你说了，2分钟时间就好了。2分钟时间给你们加，四包啊，成本1包60的，四包不用60了，四包200块，1包50块就好了，一包50块了啊，200块了啊，能用这个时间很高了，2分钟的时间啊，来，来这样好了，那个再等下放一下，哦再放一下，来柳叶鱼等下先来。这跟周氏的姜马有什么不同？口味不同，口味不同啊，口味不同啊。来，有没有人在家？鸡翅呢？这个真的很好吃哦啊！一包卖50块，这外面超市一包都卖120了，一包都卖大概卖120、100块左右。哦，我们卖1包50块哈、哦，冲销量的哈、哦，冲销量的哈、哦，冲销量的啊！拿个东西给我喝好不好？那几年啊，冲销量的哦，这是冲销量的啊。来，快一点啊！有任何问题啊，那个时候收到货有什么问题呢？请私信好不好？请私信啊，都会帮你。怎么没有室内电话？因为我们没有办室内电话，所以我们就没有室内电话啊、哦。会去办啊，会再来去办啊。免啦，哎呦，我来讲啊，你穿湿的电话哦，你鼻感叫鼻感叫擦就擦到发紫，好不好？哎呦，哎，较紧的，人山内走了了，是要走到啊，走去食饭了，食中昼了。较紧的啊，冲起来520，现在怎么520啊？520，我爱你，较紧的哈。来，
赶紧啊！时间要到啊，时间要到啊！时间到了，目前几位？几位？几个份？才22，好吧，那就22吧。来，好嘞，拿回去了，拿出吧。22啊、哦！来，柳叶鱼，柳叶鱼来啊！我还有，再说后面还有鲑鱼、黄鱼，还有牛港参哦，大家不要走啊！来，这柳叶鱼一包一公斤的、哦，一包一公斤的、哦。来，你说啊，大概50个客人而已啊，我大概两天，500多个，只有50个客人可以买到啊，500多个，他说54个，哦，最多就54个，来。两包，一包一公斤的哦，柳叶有这个果粉果好的，都大只的，外面炸好是一只要15块哦，一只要15块，这一包外面炸炸好最少你要买至少超过250块，250块，这两包总起码有95包、94包、93包，有蛋吗？我跟你说，都有，里面有公的也有母的哦，所以我无法跟你保证说每一只都有蛋，它里面有公的也有母的哦，来。两包不用给你95包，我们给你94包，给你买3包300块，通通都不用了。两包2块哦，2块叫你赶快打加压。柳叶鱼500多个人，只有54个可以买到哦，最多就是54个没有了啊。来，你聊啊。啊 ，OK， no problem， no problem， 来，快点聊，有没有人在家？快点，来，这个真的非常的漂亮啊！来，来了，看这里，看这吧。我讲公斤真是贵啊！来，200块，可以领啊！你俩讲不紧领，我都好，可以领啊！来，哎，我无计时嘞，来啦！个人感觉2000啦，我们加加了去啦，加加好去啦，如果是520啦，来，后壁佫剩几项物件要卖，我看卖。标注拢无显老显者啊，那目前第几标？第13标啊，第13标。来，目前啊几行？2行、3行、4行哦，剩4行啊，我搁4行物件卖卖哈，4样东西啊，来，目前几个？剩27，都卖不起，我买一个剩27呀、啊！来，柳叶鱼啊，柳叶鱼，我想要吃柳叶鱼，快点啊，慢一点结标了。好，石狗公吗？没有，哦，石狗公今天没有啊。来哦，快点啊！有想要吃柳叶鱼，快点哦。有想要吃柳叶鱼，快点啊！来200块给它加下去啊！能罢工，谢文慧哈、哦，来200块哈、哦，来，来200块，哎，能罢工，来，等一下黄鱼给它上来好了，黄鱼啊，等下黄鱼给它上来啊！哎，今天没有鱼肚哦，林叔。林叔什么？你那个加号用数字加啊？金线鱼是海的，金线鱼没有养殖的，哦，金线鱼没有养殖的啊、哦。来，
金山无人去饲啊，饲饲嘛饲袂活哦，养也养不活哦。这个是一点的常识哈，大家学起来啊。来，目前几个？明天有一度吗？我尽力啊。31个而已哦。来 ，OK， 好了，没关系，接标了。冲一下黄宇来，黄宇给他冲一下来。来，黄宇很多，好，没关系的。哎，小心小心啊！来，给它倒下去。超级大只的，这四只刚刚这细只有没三斤重啊？快3斤重了啦！2斤外，这3斤啊！有想要吃黄鱼的？来，黄鱼啊！有想吃黄鱼的，快一点啊！我问你吃就好了，超级漂亮的。鱼都帮你们杀哦，来，给他们看一下这个，漂不漂亮？哎，讲这黄鱼呐，无青了变怕头啊！啊，黄鱼呐，无青了变怕头啊！黄鱼不新鲜就变怕火了啊！来，来啊！超级漂亮的黄鱼啊！一细只，我你开偌济？跟你讲。黄鱼啊，黄鱼一尾啊，一尾怎么开啊？一只150啊，我看一尾100多啊。反正这四只来开200哦，这四只来开200多哦。来，有想吃黄鱼的哦，咱卖到手，大只个水啊，水某啊，超级漂亮啊！这一尾100多，你往后来佫无对位啦。今日一尾嘛免100多啊啦，不紧的，四只做起哦。500块啊，何时吃黄鱼啊？不用算的啦，看这边啊，500块去啊啦。看这边，看这边啊。哎，我电话有没有在叫？都没有在叫啊。我怕有人坐在椅车里，去看一下别人有需没有需要椅车。来，快点嘞，500，有人加无？快点嘞啊！那个谁啊，吴家宏有加到吗？他那个加，是吴家宏还是吴卡宏？我爸加了。啊。好，有加了哈。章鱼没有啊？想吃黄鱼的快点啊！这黄鱼才水就好无。这你也不要教我，我大了哈。超级漂亮的黄鱼。你们在家快点啊！我来讲啊，赶快等，就时间能加啦。不然你要买啊？来，我下晡啊，来讲我下晡过来做土水啊，下晡过来做土水啊。来，下一标给他鲑鱼，对黄鱼哦，这是黄鱼啊。来500块啊，我爸轰。哎呀，500块我爸轰啊！黄鱼里面有蛋吗？我不是富，我不是富三科，哎，我嘛是拢爱家己刣，才会知影有卵无卵，啊，有卵无卵，知道吗？哦，来，哦，我嘛是爱刣，我才会知影内底有卵无卵，但无大部分有蛋都拢留着。哦，没有蛋，他没有蛋，我也没办法。哦，有蛋都尽，我们都尽量帮你留着喽，哈。来，想吃黄鱼的快一点啊！来，快一点啊！来哦，这黄鱼真水啊，水沃沃，超级赞的啊！那看你去讲谁啊？啊，这只黄鱼你要讲的。黄鱼真正大只，迄真正大只啊！蔡美丽那个五，你是那个是欧欧吧？不是你吧？哎、欸，蔡美丽把它加下去啊！蔡美丽要帮他加下去哦！来啊，快点啊！黄鱼啊，虚哇哇！这啊，你往后领我无地位啊！有想要食黄鱼，赶紧啊！时间差不多啊，目前几分？33，哇，遐多哦，这么多人啊！来，
你说哈，较紧的哦，四号出头，过哇，剩十秒尔哩，来，来，够了，再加吗？还有人在加吗？没有人在加，我就收了哈。来 ，OK， 来，收掉。有，宇多半处理好会真空包装哦哈，鲑鱼先来好了，鲑鱼先来，来，超级大师的放上去，等一下，等一下。鲑鱼一只八斤重，八斤重，我看一下几公斤啊？哦，这太重了。这只鲑鱼八斤重啊，第几标？第十五标啊。这只鲑鱼真的太重了啊。第十五啊，来，鲑鱼有青膜吸力这样啊。这个鲶鱼超级新鲜的啊！来，安尼啦，我跟你讲啦，这只我好几斤啦，给它切到好了，切片哦。为什么它没有头？因为头人家餐厅拿去了，餐厅拿去了。这个没有头，它身体比较肥，有头也是八斤重，没有头，没有头也是八斤重，代表什么？代表它的肉比较多啊、哦，少了一颗头的重量，代表它的肉比较多了啊、哦。来，外面这一斤称多少？一斤称三百，一斤称三百。来，规只总体哦，你有什么爱好放在啊？会甲你帮会帮切哦，会帮你切一片一片真空包装起来啊。来，一斤我人切较好，一斤称三百，一斤称三百，这只切较好，你要买较好啊，这只是要要开两千四，我给你买规只人算你较俗啊。人算的较俗，偌济？两千三，哦，来，这只有啥物食的？来，我来讲啊，大只的哦，没有多利哈，两千块块钱叫大家一样，一只两千块，来，办一个。帮忙切，然后真空包装哦，一千八就好，快点，来，你看外面一只两千四啊，现在卖你一只两千八，一千八啊，两千四，过掉一千八，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一千八百块就好了，不用两千的了，一千八就好了。我是两千。哦，我等一下打，我套等用。因为你刚才还两千，他们一样打一千八加一的。哦，啊，打两千加一的有吗？也有。两千加一的也有，哦。不用改了，哦，那个 BELLA 有没有加到？有哦，不用改了，不用改了。你打两千加一，打一千八加一都有啦。反正最后的价格就是一千八啦。帮忙切好，切好，整只切好，再帮你真空包装。现切的鲑鱼切好，再帮你真空包装。来啦，我跟你讲啦，鱼啊安怎看？鱼啊，若无切了，我这个想啊，就没有这个鲶鱼了。这个鲶鱼是它鱼本身的自己保护自己的，它的那个保护膜啊。唔、哦、是你若去外国买一只国贵，卖讲国贵，咱买一只石斑，石斑鲶鱼足侪，大家拢会知。
你这只石板，你敢摕拢冷藏，还是讲摕冷冻出来？冷冻出来就没有粘液了啊！这个鱼新不新鲜就是在这里啊。第几标？他们看不到。鸡拔。来，1800，赶快给他加去啊！再给他说，再给他们两分钟时间给他加，两分钟的时间哦。两分钟时间，不要滑吗？要滑去哪里？两分钟时间，啊、哦，等一下这个牌子都要洗了、啊，来，赶快啊！1800就好了，赶快啊！跟你说啊，没有人要加了，要输啊！这千杯就不要来，目前几只？23只哦。嗯、来，1800够人来无？千八了，1800哈。再给你啊，1800哦。还有没有人在加的、啊？没有头刀肉了，没有头刀肉了啊。哎，目前有没有在增加？没有，还是23啊，26了呀。对，时间到我们就收啊，时间到我们就收啊，还有30秒的时间啊，快点啊，来，快点啊。来，等一下换鸡腿，来带鱼等明天啊，明天好不好？明天，来，还有没有人要？赶快啊，要的赶快打加一啊！那个叠在一起是都卖过了呀、啊。好，肉鱼没有啊，时间到了，结标，谢谢，感谢你们，非常感谢啊！哎呦，两滴滴。对不起，这米粒不是面粉做的呢。来，现在第16标，来，来拿走，来猪脚，哎，我那个鸡腿给我，鸡腿给我，来，一样那个盘子给他上来。盘子先给我，盘子先给我，盘子先给我，好，算算算，好，盘子先给我，盘子先给我，哎，盘子先给我，我先扣动一下哈，好，等一下要卖鱼的时候才过那个，来，来，带来这个鸡腿，胡桃木先挖出，前面是胡桃木，用树啊，啊，树啊，是吗？啊，我，卖那卖破鸡破哦。来，胡桃木。来，胡桃木啊！胡桃木，快点来！这里面是整只的鸡腿哦，哦，整只的鸡腿哦，哎，这样你们看不到哎。这里面是整只的鸡腿，非常的香啊、哦，非常的香啊、哦、哈！胡桃木的烟熏鸡腿，先用微波就可以吃了。他已经有帮你煮过了啊，没有，是生的，回去。哎，我记得我上次是微波、啊。好，算了，反正你们回去退冰之后，回去退冰之后啊，回去退冰之后哦，把它煮来吃就对了啊、哦。反正你帮他做一个做熟了啊，就刚才加热了啊、哦。来，那给了我一。你一支卖80的咧，这一支卖80咧，来嘛，85有没有400？来呀，阿妹啊，喂，喂，来来来，卖多少400啦？这五支鸡腿我开了这300块，
站姐，来来来，你包我哪位先吃？嗯嗯。200块，你那一包你外一支哦，鸡腿50块啦，一只鸡腿50块啦，快点啦，200块啦，没变的啦，不用谢的啦，都给你回送的啦。超级漂亮的啊，什么物件？新品啊，到哪里去？哇，他现在动。拿什么东西给他？拿什么东西给他？钥匙。什么钥匙？哦，来。洞口钥匙。快进来啊！有没有在家？哪一只？哪一只哦？嗯，那个。他上哪一只？不知道，他是讲洞口钥匙。嗯，啰嗦。那三只都拿去给他。来。什么东西？哎呀，快点啊！还有没有在家？怎么都没有反应？有没有在家？目前几份？试吃心疼你，哦，啊，我们东西试吃，我们不可以浪费东西，哦，所以都把它吃完，每一样东西都把它吃完，啊，越吃越胖，越吃越胖，越吃越胖，哎，来，赶快啊，200块啊，200块，200块，来，等一下换这只，超级漂亮的，等一下换这一只哦。那是最后一标嘛，等一下啊，来，很快还有没有人要啊？很快哦，来，这样啊，再给他们一分钟时间啊，慢一点，慢慢行，赶快来，再给他们一分钟时间啊，加一加啊，来，快点加啊，噔噔噔噔噔，赶快加一加，快点啊，我都腰快吃饭啊。肚子饿了啦，要来吃饭了哈、哦！来，还有人在家吗？没有人在家，没有人在家，好了，收收啦。剩下30秒哈、哦，有那么久？来，快一点哦！没有人要的啦，难怪变胖了，没有牺牲啊，今天没有牛排啊，鲑鱼。刚才有一整只的你没有买哦，有整只的你没有买哦。来，想要吃的快一点哦。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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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标，谢谢感谢。来，张英忠，好，谢谢那个张英忠有没有？哎呦喂，美丽哥的，来。再说啊，再来是最后一标了，再来是最后一标了。腰痛，来，今天雨真的实在太多了。来，这都扣中了，先跟你们说都扣中了，都扣中了，看得到吗？看得到吗？来。
这只叫牛港参啊、哦，牛港参啊，漂不漂亮？你自己看呐、啊，很老的阿姨啊，没有细刺，只有一只骨头。哪个参？牛港参，切随便打打一个参出来就对了，人参的参啊。哎，快点啊！超级漂亮的牛港参啊，这人家都在做生意片的啊，这几乎都是在做生意片的哦。嗯、这种鱼啊，实在是不会拿来，怎么样才可以把它立起来？鸡巴，算了，哎，最后一标了，最后一标了。再说几个客人，我看一下，九个客人，最后一标，一只啊，一个人一只就好了啦，九个客人啊，九个客人哦，牛港参啊，这人家都做生意片的，你若鱼港这只做三四米，这只要卖起来偌济，破千，真正无开玩笑的啊，来，来，九个客人那里没有哦。哎，一人一只帮你杀得好，真空包装嘛。一只要让你开多少？我讲一只要你开1000块，那就1800，规只总体挂台个好，真空包装，那用开1000啊。500了，九个客人，等一下，最后一标很爽啊。来，300块就好了，九个客人那也没有了。这只大只一只300块，你换有地位啊？怎么料理就好吃，回去干煎就好吃了。哎，不用说怎么料理，干煎就很好吃了。来啦，300块啦，最后一标了啦，我给你送的啦。因为我无地位啦，九个客人而已哦，九个客人而已啊，一天只有9只而已啊，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吗？真的吗？真的吗？你们看一下。好，没有了，好，拜拜。好了，不要说拜拜了哈、哦。来 ，OK， 我们先收标就好了。来，好了，今天已经都结标了，今天都没有了，结标了吗？结标了、哦、来 ，OK。好，那我想问一下，对于今天的直播，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啊，有没有呢？有没有呢？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哎呀，明天会有虾子跟鱼肚吗？我尽力好不好？我尽力。哦、有些东西没办法说一定可以跟你确定、哦、有些东西不一定能跟你确定哦。好好那乌青乌青是一定没的乌青、嗯、是一定没的、哦嗯、来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哦、今天也非常的开心、哦、今天好像有到600个人东西太少、哦、很累耶东西很多东西虽然我们的东西很多可是直播呢，这种东西，你逐天卖同款的物件，大家看不买先啊，东西看久了会先，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找着新产品，像你看的烟熏桃、葡萄雾鸡腿，以前也没有，你可以动力可以啊，等个2-3天就可以了，哦，其实啊，我们有把冷冻过后寄到你那里，其实都还是新鲜的，哦，不至于说到不新鲜啊。哦才17票而已啦，过多了，因为我觉得太多东西哦，我们人手不足哦，会很复杂，会很复杂啊、哦。太快结束，一箱都装不满了，这样吗？来，跟你说明天给他冲个100票来啦，你要给他冲掉100票的好不好？不然你是要哪？明天给他搞个100票好了。反正也不是办法，哦，来，有想要，你有要
加过，有东西可以加过的，哦，有东西可以加过的吗？今天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可以加过的吗？好，刘耀仁，等一下哈，哦，会回你哦。等一下，还有明天还有直播，明天还有直播。东西太少了，太快结束了。好，我尽力好不好？你们的意见我都会改善，我都会改善哦。请跟小弟再一次聚会，好不好？好，我们因为哈，哦，人手没有很多啦，我们人手没有很多，所以哈，哦，我们会去斟酌我们自己的货量，让我们自己做得去，也让你们能确保说你们收到的东西是新鲜的，哦。啊，目前也有在征人的哈，哦，有在找人的哈，哦，有在找人来帮忙的，所以哈，哦，请大家多多体谅啊，哦，不是说我们有鸡汤汤，大家想那么来，对吧？有钱赚，为什么大家不要？啊，哦，第一，我们一直在找新产品哦，因为每天如果每天每次都卖一样的东西，你们也不会想看的，啊，哦，不会想看的，赶快你家一直喂喂喂啊，都喂喂啊，都喂，啊，哦，你们看久了也不会想看的啊。哦来，来我看一下哈，哦。对啦，刚因为刚开始直播，还有东西可以慢慢进步，多标一点。我明天，明天礼拜日嘛，对不对？我跟你们说啦，不然这样好了。今天，没法病，因为我们实在是没办法病啊。有一次经验呢，实在没办法病，因为上次冰箱哦，上次冰箱有太多问题了，哦，有这个客人东西不见了哦，也有东西，也有东西漏锅了，哦，也有那箱子破掉，然后结果都不知道东西是谁的，太多问题了，哦，因为第一啊，哦，你看小帮手这一个人哦，他回复你会比较慢，哦。今天会明天一起去，我们是礼拜一哦，你明天的货礼拜一才会寄，明天的东西礼拜一才会寄，今天的东西明天就会帮你寄了，哦，今天的东西明天就会帮你寄了，啊，你如果东西买比较少的，我会用比较小的箱子帮你装，甚至用纸箱，哦，甚至用纸箱会尽量帮你省运费，如果说你真的不要运费的话，你可以。你可以自取，哦，可以自取的哈，哦。哒哒哒哒，才买一标而已呢。哎呀，这样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呢。你要我卖很多东西，也是可以，可是呢。我再想一下该怎么帮你们处理，好不好？哦，尽量帮你们加多一点，或卖多一点鱼啊，哦，东西冷冻的一样会有，啊，鱼会尽量帮你卖多一点，好不好？非常的感谢你们，我给你海龙王打电话来，我叫海龙王打电话。喂，啊。有啦，结果呀啦，结果呀，也袂啊，要乖啊来啊，好来来，来哦，来哦，哎，我就死去了，来，满多少可以免运？能贴文预告每天的产品，因为每天的产品，我们都半夜哦，半夜每天半夜。两点哦，就帮你们买这些像金线鱼、白鲳鱼啊，哦，有的没的鲈鱼这些哦，都是半夜购买的。早上就是开始忙哦，开始帮备货，备货哦，来，他要什么，今天要卖什么，卖什么，卖什么，啊，哦，哦，你真的买很少的，会尽量帮你，比如说你可能只要买500块，那，啊，因为我们箱子也要成本，你运费也要钱。所以我们，你买500块，我们不可能帮你装很大的箱子。啊，你买500块，可能用一个小的纸箱帮你装起来，装起来用寄的。
那一箱小纸箱可能一箱运费可能啊几百块而已啊，一百多块啊，石炉或土托鱼片吗？我找好不好？明天找多一点东西卖你们，明天找多一点东西卖你们。今天的东西暂时不便单啊，不便单。如果真的觉得说东西你买车买一标，那我跟你说，你可以我可以接受，可以先弃标哦，明天再买好不好？把你明天没有买，那就我不跟你好了啊，就这样啊。你若今日搞弃标搞，明天再买，明天再搁无买，我勒真正是个啊啊。我们已经慢慢的在改善了，已经有改善很多了。自取是明天3点到5点，自取是明天3点到5点，明天一样10点直播，对。好，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好不好？啊，我再讲懂了，不都有了？肚子饿了，10点直播，10点。先汇款，你请私讯啊，私讯会传给你哈，再按步骤慢慢结单就可以了。好，明天多准备一些，可以直播的时候先写在旁边。好，我会再参考你们的意见哈。地址在彰化埔新鱼市场啊 ，Google 就有了，彰化埔新鱼市场。哎，王秀英，金线鱼哦，不能跟你确定。海鱼的东西我都没办法跟你确定了，鲈鱼每天都有，海鱼的东西也许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啊、哦！来，不能冰箱这样怎么买？哦，那就是你可以加购哦，加购到你的金额你觉得 OK， 不然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觉得太少了。真的觉得太少了，那就只能先弃标，明天再购买多一点这样。哦，我不会生气，可是你就是跟我买好不好？箱子的长宽高好判断，长宽高就是长乘宽乘高啊，长加宽加高等于120公分。哦，我不会好把心来讲，那你扭想啊，箱子的长宽高多少？对不对？箱子的长宽高加起来就是120公分，我能这样跟你说而已啊、哦。因为我现在没有尺，我没有尺就帮你量啊、哦。箱子的长宽高多少？哎，啊，你买的东西哈、哦，买的东西有可能比较蓬松，有可能比较蓬松，所以啊、哦。你懂我意思吗？哦，因为有可能，因为你的东西比较蓬松，你这样算也不准啊、哦，这样算也不准。OK， 感谢你们，好了，准备帮我关掉了，谢谢大家，再见，拜拜，明天10点。